重点是那个是多少钱？那个是多少钱 ？How much？ 复仇，血恨，今天没有打回来了，下次给他打回来。本节目由冠军业务员杨妮芳赞助播出，买房卖房找妮芳，让您快乐又健康。我又是再见耶！ Yeah,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鬼才。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，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前一次的这个活动场的观看，大家非常踊跃，让我们破了200赞，立马帮大家安排这场龙虾场，钓龙虾给大家看。那这场也是刚好就是我很久很久没有来的钓虾场，心满意钓虾场，他们改龙虾池，那我们特地帮我们凯凯报了这个龙虾池的活动场。来来来，你来来，今天我这样特地精心帮你安排，嗯，感觉如何？感觉下雨，有点下雨。我们叫就下雨。啊、这间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来了？对。那因为其实也是因为之前我们这边有时候也会来这边直播啦，因为刚好前阵子这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很久没有来这边。那这边其实离我们有一段距离，有一段距离，没错，对，没错。那所以我们就慢慢比较少来。那今天来钓龙虾池，其实很不能理解钓龙虾的有趣的点到底是在哪里，就是一个赌心态，赌你的时间。好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我帮凯凯报名这个龙虾池到底可以钓多少，我们待会见。Take me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felt at home. Take me back to a day when we weren't alone. Take me back to an age when the world felt small. Way back before we blew it all. Take me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felt at home. Take me back to a day when we weren't alone. Take me back to an age when the world felt small. Way back before we blew it all. Too many things going on, I can't.Keep track of them all, from people dropping a bomb to people putting up walls. I feel like. 有人抽签。脚位。你跟人看一下，他不到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抽完抽位，然后我们抽到的是我们24号，然后20号就是我们的脚位，靠近钓虾池的脚位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呢，就大家都可以准备了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场，那今天我所有的钩子呢，全部都是点三，然后两副点三，我做三副做准备啦，两副点三，一副点05，哦，那三副钩子来做准备，好不好？那期待我们今天的战绩可以到多少，好吧？那我们待会看看放虾吧。龙虾海，这是一个龙虾海。现在是我们第一波刚开始的先放虾的活动。现在放的有波龙跟墨龙。
荔枝的波龙，第一就是波龙，喜欢很多。然后我刚刚旁边的狂起，他连起三只，我吓到。A few inches later.总算。刚才中了吗？刚才那什么东西？黄金蟹啊！那不是黄帝蟹吗？黄金蟹。哦，黄金蟹哦。重点是那个是多少钱？那个是多少钱 ？How much？ 喂，我们三个小时钓完了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钓了总共，我们小叔钓了四只。三只波龙，一只黄金，那还没去换，所以不知道，有赢还是有输啊、不知道。那他这里呢，他刚刚说的是全可带可回哦，就是可以带走，也可以回给他，好吧？墨龙要强回，好吧？墨龙的话算是强回。那今天我们三个小时掉下来，有个结果，结果就是左右都好厉害，他们把我虾子都钓起来了，要走过来的虾子都把我钓起来了，然后所以都没有虾子在我这里。啊，那由于为什么今天来拍这篇呢？就是因为上一篇我们的破200赞了，所以我马上来钓。那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坐在最浅的地方啊，那对角呢是最深哦，两边相差水深超过15公分，差不多在15公分左右。今天所看到的起的龙虾啦，都在外海起的，真的在自己洞口的很少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开始我的攻略都是攻自己的洞口。跟前面这个计划是失败，好吧？那这一片会拍这片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完成了200赞，再给你们一个任务，再给你们一个任务，破300赞，我们直播打龙虾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来这里打，复仇血恨。今天没有打回来了，下次给他打回来，祈求你们赶快300赞，我们就可以赶快来直播钓龙虾。好不好？那我们直播时间呢，都是在134晚上8点到9点之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会随便挑一天，随便挑一天，好不好？然后来这里钓龙虾 ，OK？ 那希望明天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凯凯，阿哲在长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